全民换证，有我也有你。如果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，在1962或1963年出生，你就必须在2021年1月30号或之前换证。你可以带两名65岁或以上的亲友和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。社会共融，爱心包容，记得预约啊！